那我们今天接着讲人物开始。这里讲到这个运界处啊，五运十八界十二处啊，都有所指，不同的法吧啊。下面呢就是举例子，把这个五运十八界和十二处呢每一个法呢都了别清楚以后，然后呢知道这个其中呢都没有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警察打到一个房屋你的我在哪里，大家现在就去抓捕这个贼子我在哪里。警长派遣巡警说先去内部看看，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部门里面有没有这个贼于是呢巡警们蜂拥而入，打开专用手电到处巡查，身体上有六个部门就好像是六层楼。首先进入第一层楼眼处去查没找到我，接着又去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去找，结果空荡荡的，只见一些机关在不停地工作，有的在接收声音，有的在接收气味，有的在接收味道等，里面都没有我那是不是在意处呢就是意识处。警长下令所有的刑警来到地下室，这里比较幽暗，说这个意根呢幽暗，我是不是藏在这里面呢，大家在各个角落里仔细查看，结果一根里面也空无自我。警长说里面没贼，再看看外面，军警们就到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区域分头去找，忙个不停。过一会儿呢，第一中队回来汇报说根据调查搜索，这里面只有一些红红绿绿的颜色，三角形的长方形的等形状，没有我第二中队呢跑到声音的区域，反正只是一些声波的震动，有尖锐的柔和的粗大的微细的有情的无情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报警长这里只有一些声音没有我。第三中队呢去看气味，然后汇报弥漫在空中的只是一些香臭霉烂焦化的气味，找了半天绝对没有我。第四中队检查味道在酸甜苦辣等味层里面做最精密的化学实验，经过观察之间的一个一个多体的法呈现出不同味道的相状，根本没有我。第五个中队检查促成里面只是一些粗糙柔滑干燥湿润冷热等等的相状，经过物理分析这上面也没有我。第六中队进行了更微细的调查，结果发现所谓的法处呢只是意识所缘的各种影像意识所缘的各种影像，里面呢虽然在不断的收集各种法，但那只是五尘落色的影像，前面五尘深处的五境落色的影像，这上面也没有我也就是观察这个这里面没有分就是尘和境的区别五根五尘和五境五识的相分呢，这里没有完全区分，但是应该区分开来区分开来也是一样就像我们观察这个色尘和色境，一个是电磁波，一个是颜色形状等，它们也不一样观察假如是触尘触尘的话代表你牙刷，
它有软的是吧，它有不同的毛哈。我们没有去接触的时候，我们是感觉不到粗糙还是柔滑的啊，是干燥还是湿润的，我们肯定感觉不到。没有接触之前啊，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物质是长什么样的啊，眼睛可以看到它的相状，但是呢没办法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处境。所谓的生食的相分呢，那我们是不知道的。生食的相分就是所谓的粗糙感了 啊或者是柔滑感啊，干涉感，那就是这种感觉了。身体上有很多很多的感觉，这个就是属于生食身体产生的这个分别啊。身体接触外境啊，接触各种物质啊，产生的触觉。我们佛教里把它叫生食啊。那么这些生食呢是刹那生灭，变幻无穷的一些感觉而已。这个很容易啊。第六意识也是一样啊，那影像也是千差万别。经过的紧张复杂的调查呢，兄弟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但呢却一无所获。警长说，看起来好像有个自我，但一检查只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法生生灭灭，怎么都找不到这个我。踌躇再三，想了又想，终于想明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我。既然没有我，没有这个人，那还有什么知人的所有物呢？意识一直认为有我的家、我的财富、我的名声、我的权利、我的爱好、我的个性、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到底属于谁呢？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在根本上就搞错了呢？啊，那没有我，那这个所谓的家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执着而已。啊，当你执着的时候，啊，它就是你的家；你没有执着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啊。看来你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旅馆，或者暂时安居的一个地方，这就不是家的概念。一个休息的地方啊，那就不执着它。啊，过去的出家人呢，他也是这样，不要太执着自己的打坐呀或者睡觉的地方啊。有些修行人呢都修了很久了哈，对自己的床铺非常执着啊，就那小块地方是我的是吧，别人呢或者是在上面躺啦，或者在上面坐啦，或者是弄脏了你的床铺啦，或者是怎么样了，那你都非常生气啊。我们出家人呢就不允许哈，过去是在一个好地方坐久了，要是起了贪心，那都是犯戒，都是不允许。所以说修道的人呢，在任何时候都要去对治贪爱，对治贪爱，减少我们的贪着。我们无始劫来的这个贪爱的习气太多啊，种类太多，得一一的对治。意义的消解啊，过去呢一直认为有个我，而且我不应该是单调的，应该是很丰富的，这个我应该有他的个性，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情感，有他的爱人，有他的家，有他的国，有他的一切兴趣爱好，有他的事业追求，有他的学问成就，有他的光荣等等。而且人生就是要实现充实自我，自我的内涵少了，岂不白活一世？所以人生能活一世呢，就要为我打拼，为我争取，为我获得全部的我所爱，我所愿时，人生就成功了。但现在看来连我都没有，哪里有什么我的呢？啊，那所谓的打拼呢，那不就是说行运的某一个心所在起作用啊？那么打拼的时候有各种的争夺啊，然后嫉妒啊、烦恼啊、贪爱，各种心所都会产生。
然后呢配合我们的六个识一起起作用，特别是眼睛和耳朵还有意识这三个识的作用比较多一些。嗯，但基本上六个识都会起作用，都同时并用啊，都帮助你成功。嗯，那我在哪里呢？你在前台啊拼命地干了，你以为后台有一个我，事实上呢没有啊。你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呢都以为后台有个我啊，那么这个五蕴呢都在为这个我服务，身体是吧为我服务啊，我的工具啊，啊感受啊，那个是我的感受啊，我要寻找这种乐受啊，满足所谓的我啊，我喜欢嘛是吧，因为我喜欢乐受啊。那么这个五蕴的所有的运转呢、啊作用啊生命都好像在为我服务啊，但是你掀开帘子看看后台，你发现没有这个我，这个五蕴呢、啊、都是各有自己的业系种子在无名原形形原始呢，这个流转缘起里面就是这样，因为无名的缘故不知道无我嘛，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那么呢就是妄动啊，行就是妄动造作了啊，就产生这个识，后面就产生爱取了啊，有了占有了，有也是造作啊，那么呢造业打拼啊争取，最后呢发现呢没有我啊白干了啊，这个打拼的过程当中又造了很多的业啊，会带来痛苦啊，这个痛苦呢虽然不是我在受苦，但是这个苦并没有减少，这个受蕴呢它会有苦苦受啊坏苦受，那这个苦受呢啊它会产生，它会作用，它会感受到啊，但是并不是我在受啊，虽然不是我在受苦，但是这个苦我们的觉知啊是感受到了，非常难受啊。啊，我们的心感到非常难受，我们的肉体感到非常的疼痛，是吧？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就是观这个受啊，不管是痛也好，痒也好，还是舒服也好，我们都不要观，这不是我在受啊，不是我的感受啊，受蕴在起作用啊，这个受蕴呢，它有它的种子，种子对应不同的境界呢，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些都是由他们的业系种子在起作用，并不是我在感受，这是业果缘起啊，这是缘起法，这个苦受是缘起法，业果的缘起啊，业因果报，然后导致了这个苦受，所以呢，观缘起，这是缘起的痛苦，并不是我在受。重新看一看，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啊，无知。爱业之所升起的眼等识生，就是眼识耳识等啊，起于与色等而生计着啊，无名是根本因，爱是进取因。那么这个无名和贪爱，那这个就啊一结合，这两个法呢结合起来呢，造作业，那由业的力量呢。不断地变出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同时变出色身香味触法等一切境、这些只是他变出来的幻影，但是呢正幻变时呢心却迷惑了，识取了色等境后呢升起了记着，记着有一个我，就像一个人入了梦，似乎有外境，有实在缘起，而且有一个我，他认为梦中的那个假象是我，还有各式各样的我所有法，这个时候你应该退一步，不再沾牢这个我，想一想地水火风合成的身体是我吗？所以我们要强烈的这样的观修，地水火风的身体四大，只要一口气不来呢马上就不能运转，虽然可以移植给别人用，但是呢
不移植的话，这个身体也很快就会啊变坏。这身体啊，刚死的时候啊，啊还跟活的差不多，但是这个身体已经没有用了，啊，因为人已经死了，那神识呢不起作用了，啊，六个识都不起作用。那么这个身体还是我吗？啊，那么身体的四大跟外在的四大有什么不同呢？何必非要把它指为我呢？如果你执着这是我的话，那么请问你吃了米饭蔬菜后，它是不是从原来的外法转化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这时还分得出内外吗？啊，从嘴巴这里吃进去消化了，那一部分的这个食物呢转化成身体的血液啦，啊，还有这个肉体啦，各种各样的啊身体里面的能量，还有这个体液啊，那转化过来的话，食物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排泄了。如果你执着的身体的水大是我，那么这些水大以汗液尿液等方式排出后，你还认为它是我吗？啊，如果说火大是我，那吃了很多的热的食物补充了热量，你说这暖热是内还是外？啊，我们就喝热茶了，那身体发热了。如果说体内的风大是我，当气呼出去成了外面的空气的时候，这到底是我还是他？所以说呢，这个很容易分辨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四大地水火风空，包括这个空啊，这个五大呢，确实啊很容易发现他们没有我。实际上呢，只是你自己分裂疆域，把这个范围是自，把这以外的范围是他。你应该退一步想，不把这个当成智，也不把这以外的当成他。其实呢，这很容易明白，本来没有智他，仅仅是以无名业的幻变力变出当前的各种识。那识取了色等境后，生起了记着啊，变成当前的这个识。那么呢，第六意识呢，就是啊，对它分别以后啊，就产生了各种记着啊，就是各种心所呢，伴随着各种心识的升起啊，不断的串习这种我执的妄念，就会使得你陷入深度的错觉里面，没有办法分辨深度的错觉啊，我们的深度的昏迷啊，我们的凡夫就是深度的昏迷啊，完全颠倒梦想。深度的昏迷，然后在梦中他就做梦了啊。又自心呢所见生气世间，这是藏心之所显现啊。这里有提到藏心的，因为楞伽经呢它是了义的经典，它提到如来藏啊，提到了阿赖耶识，这个藏心应该是阿赖耶识的意思啊。刹那相续变坏不停，这是原文了哈。如河流，如种子，如灯焰，如旋风，如浮云。我们的心所见到的根深气界万象，都是阿赖耶识所显现的啊，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相分就是见分，话又说回来啊。因为没有见分，哪里知道相分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知道见分和相分是一体的，你才会知道相分在哪里。但是我们说相分的时候，那肯定是这个见分跟这个相分一体，你才能够知道相分在哪里，才能够所谓的见到相分。我们说的所谓的见到相分，其实就是见相不二的意思啊。你说这个相分在哪里，你没见到这个相分的显像，你怎么知道那个显像在哪里呢？那肯定是见分就在那里嘛，见分就在那里，所以相分就在那里啊。那我们外面见到的一切色境就是眼识的见分，眼识就在那个相上啊，并不在空中，也不在心里面，也不在头脑里面啊。你找这个见分在哪里啊？是不是就在那个色境上啊？啊，那个色境本身就是你的见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自证分，就是这个觉知。这个觉知呢，知道这个见分和相分啊，觉知到这个相分啊，这个自证分呢，就是我们的觉知。嗯，修行的人有这个觉知，嗯，不修行的人那个觉知力很弱，你就或者几乎没有啊，他就跟那个动物一样，傻傻的活着啊，从来没有觉知过。啊，从来没有觉知过这个外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无意识的觉知，嗯，就无明系统来说，阿赖耶识里熏藏的种子成熟的时候，就变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气显现，气就是气世间，情是情世间，啊，这一切都是因缘法啊。而你却误以为有我有自主，这只是妄识里的习气成熟啊，妄识里的习气成熟变现出一幕幕的幻象，哒哒哒哒不停的妄现啊，那么一幕一幕的幻象是刹那刹那的在幻现的，那我们这样去观修啊，万法的刹那刹那，每一刹那都不同，像河流不断的流淌啊，一幕一幕的显象呢不断的千变，又像种子在时节因缘汇合时自然就出生鸟芽花果，当下现起的时在石田里熏成的种子，有种子成熟而生现行，现行的时又不断的熏成种子，种子成熟时又现起时，相续不断，又像是灯焰，灯芯和灯油合合一刹那闪一下光，相续不断，又像是旋风忽然刮起，世间在不断的动摇，因为藏识里的种子在不断的起现行，这样相似相续因果转转不断，又像是浮云啊，因缘聚合时空中忽然出现浮云，它不断的现，感觉有实体，实际上没有啊。这一段呢主要是说这个像河流一样，我们的这个身体哈五蕴啊，这样子刹那生灭。这里提到灯芯和灯油的合合，那一刹那闪一下光啊，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很容易理解哈、啊，就是刹那心。我小时候看那个灯哈、啊，灯罩罩的那个油灯啊，啊，那个灯的火焰呢、啊，一动不动不高，你不去调的时候，那个灯焰好像没有变化。它也不跳动，也不窜高，也不缩小，这个灯焰呢不变大不变小啊，也不摇晃啊，因为没风嘛、啊。静静地观察，你看那个灯焰好像是不变的一样啊，那事实上是什么样呢？啊，那个燃烧的非常快，油和灯芯啊在燃烧，这个我们知道。啊，但是你不这样去观修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灯焰稳稳的，啊，好像不变一样。但有些时候会晃动哈、啊，有些时候呢就是丝毫都看不到动，啊，非常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这个灯焰是实有的。从这里观察，刹那生灭是最容易契入。啊，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灯焰啊，刹那刹那的就在不断的显现，每一刹那都是新的。你看，我们关灯焰，我们知道，因为燃烧完了，它就结束了呀。正在燃烧的时候，它放出来的这个火焰，那光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灯焰。那下一刹那，它有新的油冲上来啊，升起那个新的燃烧，然后发出新的光。每一刹那发出的光都是新的，
啊，因为前一刹那的已经烧完了，没有了，那么那个光也消失了。那所以说呢，远看那个灯是稳定的，就像我们看那个电灯一样的，是吧？电灯最稳定，但是事实上电灯跟油灯是一样的。电灯呢是那个电流啊，流过这个灯丝的时候啊，产生这个电能啊，转化成了光。但是那个电流流得非常的快，那个电流流过的时候，跟那个灯丝里面的原子发生碰撞啊，可能就产生了这个电磁波。那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稳定的光明，是吧？我们看到，哎，这个灯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啊，非常恒定的，这个光亮的程度呢很稳定，那变化很小，除非你用了好几个月了，可能慢慢的比原来暗一点。或者有些灯啊，有些这个 LED 的灯，它这个越用越亮啊，刚打开的时候不够亮，但是用一会儿它会更亮一些啊，这是发热了嘛，它就容易比原来的光更亮一些，但是你看不到啊，我们一般不容易看出来，很短的时间内看不出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话，就容易理解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每一刹那都是新的身体在产生。你别想，哎呀，那我是细胞一个一个死的呀，细胞新陈代谢完了，我在身体再换一遍，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每一刹那，你的每一个分子原子都是新的，啊，万事万物没有旧的，一切都是新的，因为每一刹那都是新的事物在发生，旧的事物呢已经灭了。灭了就是没有了的意思，就像那个油灯一样的哈，前一刹那正燃烧，下一刹那如果灭了，那么当下就没有灯焰了啊。如果它接着烧，那就是每一刹那那个灯焰一直在显现。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每一刹那都在不停地产生新的身体。啊，那旧的身体呢每一刹那都死去，是这样的，每一刹那都灭掉了啊，都是新的，一切万事万物啊，每一刹那都是新的，没有旧的东西啊，不可能重复，因为它不可能停留啊，也不可能不变啊，既然是变了就不是原来那个。但是凡夫呢就看外界的事物，总是觉得哎，这个事物啊变旧了，是吧？一个新生事物慢慢的变旧了，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新的是跟原来不一样啊，这样去理解我们的身体啊，去观察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心识的变化呢，啊，就观到无常了啊。那你仔细去观哈，去理解这个灯焰的每一刹那的燃烧，啊，那整个世界每一刹那其实都在生灭。也都是旧的法呢已经过去了，每一刹那都是新的法生起来啊。那么相似相续，因果转转不断。当你了解了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呢就是讲第八识的这个缘起啊，因为离开了八识就没有缘起啊，一切万法呢跟生气界都是阿赖耶缘起啊，一切万法都离不开阿赖耶的缘起，就知道这一切呢只是以无明为根源的妄性，在刹那不断的妄性中并没有常住的我。这个是关整个啊身体啊，然后外界啊，根生气界都观。这样的话呢，知道这一切只是以无明为根源的妄想，在刹那不断的妄想中，并没有常住的我。但我们一直把相似相续的五蕴妄想作为自己，这就叫自妄为真了。
啊，因为相似相续嘛，我们就很难分辨出它的变化。觉得没变，这是我们的错觉啊。凡夫的眼识也好，耳识也好，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原来的事物没有变化，没有生灭啊。但是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在潜移默化，是吧？我们稍微长一点，几天啊，就看到变化了啊。一天一两分钟你看不到变化，但几天可能任何事物你都看出它的变化。那我们的呢，执妄为真啊，执着这个假象为真呢啊，没有智慧啊。现在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就要串习啊，不断的强化这种正念。躁动不安如猿猴啊，妄时片刻不停，形成了浓重的妄动习气。啊，像猿猴一样，浓重的这个啊妄动习气，根本一开张，识就不断的向外攀援，经过无数次的串习训练，已经非常的娴熟，心就是这样躁动不停的，妄动习性啊，像猴子一样，遇到什么就攀上去，一刻不肯停下来。无论什么样的声光啊、电射呀、各种色身香味等，总是习惯性的去缘取、分别、计较，这就是生命的躁动啊！在因为上哈，不断的妄动，不断的熏习气，果位上呢就不断的出现，这就叫轮转。里面只有这些妄动，一切都是妄动习性的表现，哪有什么常住独一主宰性的我呢？啊，你找找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找来找去，你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法呢具备这三个性质啊，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常住了，也不可能独一啊，也没有主宰性，这是缘起法。它是互为缘起的啊，这因缘复杂的，它不可能是独一的啊，更没有主宰性。那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有主宰性，事实上是业力在支配着我们的啊起心动念啊，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啊，并不是我在主宰啊，是业力在驱动，驱动我们这个啊。五蕴的运转，乐不尽处如飞鹰啊，心啊如这个飞鹰苍蝇般乐着不尽之处，这是讲我们的不尽的习气。苍蝇一见到哪里有屎尿马上就会飞过去，我们的心呢喜欢不尽的事，很难习惯出在本来无事当中。当你没有贪着的时候，你的心就就没事干了。那我们有贪着的时候，马上就要动念了，就要去追逐了，吃喝玩乐是吧，这都是用贪。那么呢，我们追逐的东西是什么呢啊，这些境界是什么呢啊，我们都是我们追逐的啊，像苍蝇追逐大便一样的。境一出现，哪里有美女，有歌舞，有享受，有自我表现，有狂喜等，马上就染着在上面，非常的爱着，六识一下子就从根本里不是六识出去了，六识呢分别了这些摄境以后这个心所法呀马上就伴随而生，各种恶心所贪嗔痴疑慢各种心所法呢就伴随着六识生起来。不知焰烛如猛火，就像火不断的炽燃，越来越猛，歇不下来。欲望也是这样，越来越炽盛，不知满足。这凡夫啊，他对这个世间的乐事啊，他不知道厌离啊，他就会越来越炽盛。修行人呢，他有可能会继续做世间的事情，但是他每次做的时候呢，都会去观修坏苦
然后去体验这个苦而产生厌离，而不是继续贪着。代表你每次吃你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想想这好吃吗，仔细的去体验一下那个味道，你的贪着心在哪里啊？坏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你放下贪爱去体验那个味道的不贪爱这个感受啊，这个觉受的时候呢，哎，你又不一样的境界了啊。这个时候要去观修。那么你每次正在满足你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你就观察这个坏苦，而不是增长贪欲，反过来呢平息的贪欲，来产生愿离这个坏苦的这种观修啊，修不净观、无常观、无我观啊，在这个对境上啊，就能减少贪欲，减少贪爱啊。就同样的事情，修行人呢就是说一边做着一边的贪爱心会减少啊，那不修行的人呢，他对这个贪爱的事情在重复的时候一定会增长，不可能减少的，减弱这个贪爱。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你要放弃这个贪爱，在正在这个贪爱的事物上去放弃啊，是最有力量的。反正吸烟的人他要戒烟哈，戒烟的不是一下把烟停掉，而是每吸一根烟就体验那个苦，坏苦，那个苦苦受乐苦受，那心里面啊，对这个贪爱啊，对这个吸烟的那种乐受啊啊，产生厌离啊。观察这个吸烟以后啊，他发现这种状态跟没有吸烟的人呢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但烟瘾来了的时候呢，他跟那个不吸烟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烟瘾来了他很难受，那不吸烟的人没这感觉。但吸完烟以后他那个状态啊，跟没有吸烟的人是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满足了这个欲望，他不想吸烟了，他至少暂时不想吸烟了。他没有吸烟的那个想法了。那种状态呢跟不吸烟的人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还是不吸烟的人好的。不吸烟的人任何时候都跟你吸饱了烟一样的。甚至有些人吸烟吸过头了还头晕呕吐然后身体不舒服。那个还是控制的好的人。吸烟吸的刚刚好，满足了那个烟瘾刚刚过去。你再吸下去身体又受不了。满足一下烟瘾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跟这个不吸烟的人是一样的感受啊，状态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搞明白了以后，你就说哎呀，再不要去吸烟了啊。吸烟只是这苦苦的缓解，这样认清楚了事实以后呢，你再去吸，每吸一根你都体验到那个苦，很快就戒了烟啊。以前总是迷在里面，自迷嘛，因为无明的缘故，那就贪着，也不知道这个是坏苦，不知道是苦啊。世间人呢，不管他说的有多好听，你千万不能相信他啊！我告诉你，这个不修行的人呢，他根本就不可能去厌离坏苦的，没有厌离坏苦的人类啊，只有真正的修解脱道的人才知道。坏苦来了，我们要对治它。这是一切苦的根源，贪爱。这个你慢慢去体验，你就发现所有的乐受都是一样的。它都是这个苦苦的环境。打比方，有个修行人，他这个修禅定，达到这个色界初禅了，他不用吃这个欲界的东西了。欲界的那个食欲啊，它没有了，不吃东西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欲界的人呢，就是肚子饿了啊，饿得啊非常难受。那这个时候呢，给你吃点东西呢，吃得刚刚好，也不饥也不饱。这个时候呢，就跟那个不吃饭的人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从来不吃东西的人，他因为他修禅定，他可以达到一种不饥也不饱的感觉，是吧？他没有饥饿感，但是他也没有饱的感觉，他就是那种没有痛苦的状态，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啊。但是欲界的人就不一样了，肚子饿了拼命的啊就吃，吃的时候呢又起贪心，对吧？会控制的人呢，他就吃的啊刚刚好，肚子不觉得饿，哎，这种状态就像那个修禅定的人，是吧？这个时候也是好像既不苦也不乐啊，不苦不乐受啊，这个时候是一种这样的感觉。那你说哪个好呢？是吃饭好还是不吃饭好啊？肯定是不吃饭好，然后不吃饭我就永远不会饿，多好呢。饿了你看吃多了苦，不吃也苦啊，那吃了不好的食物还生病拉肚子，还胃炎胃癌，是吧？还有肠癌啊，还有便秘啊，什么都有啊，什么痛苦都会来。因为吃东西呢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痛苦。你看人家不吃东西的人呢，没这些苦，什么苦都没有啊，也不饥饿也不饱足啊，哎，吃得太饱也是难受的啊。我以前听说过这个暴饮暴食的人得一种病，你们知道什么病吗？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啊，马上就会死亡啊，急性胰腺炎如果不及时抢救马上就死掉。很多人吃东西吃的暴饮暴食的急性胰腺炎，可能吃东西太复杂了，这个科学家可能还没有研究明白这个急性胰腺炎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都是因为暴饮暴食造成的啊，吃的太多太撑，可能这个食物呢正好它的这个化学反应产生的毒素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急性胰腺炎，过去的都死掉了。古代的时候暴饮暴食的人得胰腺炎肯定死掉，现在的科学还可以急救一下。这个慢性胰腺炎呢就更苦了啊，也是因为暴饮暴食造成。所以说你看吃东西多苦，不吃多好嘞啊，那不吃就所有的这些痛苦都没有了啊。有些人说那我吃东西的快感都没有了，那还活着干嘛，是吧？很多人呢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啊这种痛苦中的快乐啊，这就活着啊啊，仔细想想确实是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一天要吃三餐啊，我们现在是减到两餐啊，甚至一餐半啊，就是吃一点点不都是不饿了就好了。有些时候真的不想吃东西，我经常看着食物我就很不想吃。但是要想想，哎，这个破机器还要，是吧？这个身体还需要它。看到这个食物，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并不是想吃它，基本上是不想吃，都是因为觉得身体需要它。哎呀，加油吧，加点油。没这个油吧，它不运转啊，那就没办法，往里加一点。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食欲啊，就没办法，有时候。身体需要，如果打坐做得好的话，就吃的更少了，就食欲也很少，更不想吃东西了。不知焰烛如猛火呀，就像火不断的自燃，越来越猛，歇不下来了。欲望也是这样，越来越吃剩，不知满足。像这样，没有任何主宰性的东西，只是错乱的这个业习力量啊，业力在转转发生，一再的强化重复，形成了轮回的个性，而你却误以为是自己。因为这个业力越强啊，就越觉得这是自我的啊，这是我的个性，你不知道这是业习。你会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爱，这样的情等等，
不断的为各种错乱辩护，把这种错乱的执着呀、烦恼也好，养得很肥壮。本来没有什么可贪的，你的贪欲已经十分浓重了。啊，东西本身不可爱，不可贪，但你自己的贪欲的业习很浓重，见什么都贪啊。现在的贪习特别重，啊，比如贪财，一见到财物就生贪。像猎人见到猎物一样，猎人见到猎物的时候马上就会兴奋。你们打过猎没有？打猎的人见到猎物的时候会非常兴奋啊，就像老虎见到了食物一样啊，老虎要捕捉食物的时候啊，高度集中兴奋，然后集中精力，那到手以后呢非常的兴奋。你看老虎逮到猎物的时候，他不会把一只脚举起来兴奋呀，哦耶，他不会这样子啊，他就是吃起来了啊。人类不一样，人类逮到了以后还要显示一下他的这种胜利感、成就感，还要兴奋一下，还要向其他的人类啊显示一下他的啊成就。那人类呢会兴奋啊，还没有享受完就想着明天呢、后天呢、或者明年后年呢，像赚钱一样的，这个钱正在赚着啊，兴奋的，然后想着明年后年赚更多的钱啊，在后年修个什么房子来装钱啊，眼前的兴奋。当他的生意比较好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啊，打着妄想。这都是贪烦恼的个性缘起特征啊，而你却误以为是自己啊，这是贪烦恼的个性，你以为是自己啊。而且呢贪烦恼在不断的起用，每得到一次呢都会强化他的习气，就会更贪，又进一步发动这个心识的妄动啊。所以说呢，有想修行的人都会控制自己的贪欲，知道会增长自己的痛苦。或者贪名的啊，做了小明星就想做大明星啊，总想着要那攀得更高、更耀眼、更风光，他的妄心附着在可意境上啊，不断地加强非理作意，欲望不断的膨胀，幻想得到更大的、更好的，然后采取行动。贪欲就在这样一种运作之中啊，火上浇油一般越来越膨胀，增长的越来越大，但这里面丝毫没有主宰的我啊，没有主宰性的我在控制。那所谓的大明星，什么是明星呢？就大家都看你叫明星，是吧？这天上的星星一样啊，发亮的那个星星。再大的明星也没有月亮亮，是吧？有些人就不愿意做明星，想做太阳，或做月亮，觉得这明星不够大。所以这个人就是会这样膨胀。懂了这些例子以后啊，举一反三，就知道吴起玉每天都在这样的运转，不断的发生作用。他的幕后只是一套无名系统的缘起运作，你却一直以为是我，一定要满足我啊！你所谓的满足我，满足的不是我呀，是那个贪欲的业习需要去消解。那这个贪欲来了，你没办法，要通过这个满足来减弱它。那我们熄灭烦恼的方法呢，就是满足这个贪欲。满足完了以后他就歇菜了啊，就没感觉了啊。但是我们呢就以为是要满足维护我啊，实际上你看错了啊，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是所要消灭的对象，不能把它视为是我或者是我的。这个幕后啊没有这个我在主宰，
实际上都是各自的业习烦恼在妄动，在运作。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